或是请把大块圆材料粉碎，细料通过三米输送机传送到飞机。再机对细料进一步筛选出精细料，淘汰掉大颗粒及杂质。三米输送机进一步输送到搅拌机内进行搅拌。加入适量的水，搅拌至合适的粘度。三米输送机输送到二到十组机料斗内。全自动生产。